老婆，嗯，你这样子穿真的好看吗？怎么不好看了？现在都流行这样穿的。哎，你看那个小姐姐不是这样穿的吗？你赶紧去帮我买10根烤肠，赶紧去。哎，美女，你穿这衣服好好看的，你都没有肚子。但是我呀太胖了，穿这个太显肚子了。谢谢美女夸奖，你也很漂亮，穿这个也穿得很好，就是这个肚子啊，穿这个裙子太显肚子了。像你这种身材啊，不合适穿这种裙子，太贴身了。你要相信我的话，我前面就是开大码女装店的，特别适合你们胖美眉。嗯，我带你去挑几身。这么巧啊，可是我都160斤了。你看穿衣服啊，不是显肚子就是显屁股。你家衣服我穿的真的好看吗？放心，200斤都能穿啊，胖啊学会穿的一样很好看的，走吧。哎，你好老板娘，我就是你朋友介绍过来买衣服的，他说你家衣服啊能穿到200斤。是啊美女，我们家的衣服能穿到200斤，你看就是典型的苹果型身材，肚子大屁股大腿也粗的，我们家的衣服啊就适合你这种身材穿。来，进来我给你挑两身。我看你爱穿裙子是不是？嗯，那你看我身上这个裙子怎么样，高腰一字版的，可显瘦了。但是老板娘，我的肚子这么大呀，我也不像你那样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老板娘都170多斤了，你看看老板娘的大肚子啊。真没看出来，那这裙子还真的挺显瘦的。对呀，我给你拿一件你试试，而且这个颜色也好看呢。好，行。美女，你看我穿的怎么样啊？你这样穿多显瘦啊，我给你推荐裙子是没错的。啊，是啊，它这个版型呢我感觉好适合我呀，因为我主要是肚子比较大，它把我这个160斤的大肚子全部都遮没了呢，我感觉我什么呀都有了。对呀，以后啊就这么穿，这样穿着你又显瘦又好看。哎，这个小领子也很有女人味的。那行吧，这个裙子帮我打包了。好嘞。